再来，至少四顺吧。往好的那方面想，猎人法师术士，而且其实从正常不是从明眼人就看得出来那副牌缺少着某种成分，是什么来着？猎人法师术士。猎人法师术士，竞技场，来聊一次投票吧。虽然我不知道贴不贴得上去，看起来是还没贴上去啊。哦，有了有了。像是一些圣骑的新牌，应该都还不错。这张还好，这张我听说还好，这张不错，然后这张也不错，因为这就等于说内建一个圣盾效果，然后整装备战也不错哦，血色还可以，应该还有其他。嗯，军需官也不错，可军需官有稀有度啊，孤然蛮憨的，而且我没有保安官，保安官还是有点强。感觉我刚那场留太多智慧祝福了，智慧祝福都没有怎么发挥的感觉。好死不死，对面背上智慧祝福，手下都不攻击，怪我喽！哇，只有两票，大伙人们快投票啊！这我连试试就挂了。大伙人们快投票啊！这聊天室非常不靠谱啊！嗯，嗯，哦，我终于要玩猎人吗 ？GVG 改版我都还没玩过猎人。嗯，我现在开了三个聊天室交叉对照。哦，这个 PO 上。速速投票，我们现在需要七票，哦，已经六票了。好啦，看起来就是猎人啦，这其他遥遥领先其他两个职业。Let's go， 我玩错。只有野兽不会骗人，只有野兽不会骗人。OP 狮子。抱抱羊没有办法控制，潮汐鱼人猎潮鱼人就让我想到我被那个奇怪的圣骑打爆，充满了莫名的回忆。这应该是秘法，嗯，选个食腐土壤好了。这张基本上 combo 不到。耐忧之软吗？选个耐忧之软啊。嗯，选个猎人印记。毒蛇。击杀命令很强。科多是野兽。但现在几乎一定科多得到。致命射击也是硬解大怪。选光明一路啊。微型装甲会让大家想要马上把它解掉。召唤宠物，我觉得没有很强。像看我拿到宠，拿到野兽机率应该蛮低的。而且这是专门为高费的野兽设计的。
所以我应该是选小鬼。这我需要一些两费手下，所以可能我应该会选船舰主炮。嗯，我有死身吗？一张，一张，两张。嗯，但还是不能选兵长阿曼尼。一猎人印记应该一张就够，所以这里选酸性角锥软泥怪，伐木鸡鸡，爆炸陷阱是 A O E， 哇，这张可以跟船舰主炮 combo， 应该我想选风怒医生的，主要是因为他是个大怪，没有什么其他原因，这是野兽。铁掌科多，要不要继续选一选野兽，还是好抽牌？继续选野兽好。野兽，机械，这是一个很好的三费手下。大怪还是野兽？我现在缺大怪，也缺四费的东西，也缺四费手下，然后最后刚好是野兽。我野兽 combo 有击杀命令跟这个在哪里？石夫土狼。除此之外没有。选大费的东西好了，冰霜。因为我缺四费，所以赶快补个四费手下。击杀命令还是训犬者。杀吗？再一个熊，熊不是一个很好的野兽。动员犀牛吧，动员犀牛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野兽。我野兽数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张，感觉抽到机率还蛮大的。嗯，难道我选这个四费摊儿吗？我选这四费摊儿，选这四费摊儿的原因就是因为曲线关系。可以看到我现在四费这个手下都非常诡异。这代表说这一局里面中期的时候，我可能会一直使用英雄，或者说我有需要一直使用英雄来让我把水晶用的刚刚好。这副没有之王者，所以代表我野兽基本上有点难生出什么新花样，就是那几只野兽。嗯，这一副应该算是蛮标准 GG 后的进一场猎人套牌。嗯，就是死神的 combo 变更难打出来，因为原先优质死神手下的那个浓度已经被稀释了。嗯，其实没有很想要毒蛇陷阱。还是选还是留下好，三心二意。其实开场如果拿到四费手下，肯定要留，因为我四费手下只有三张。完工了。他这里可能会喷印记来接这只，其实最好解这只方法就是用火球点掉，慢慢点就好。想要炸些东西吧！他活下来了，太棒了！
我呈现完全看不到我的聊天室状况，秘法设计。他应该没有理由怕冰冻陷阱，对吧？他应该没有理由怕冰冻陷阱。我这里倒是还蛮怕魔爆的，不过他必须要先想清楚这个陷阱到底是什么。哇！为什么？打脸的话可以测，可以测试爆炸。该怎么做？然后的确可以避开毒蛇。哦，所以他现在知道不是爆炸。断线，永无止境的断线，真的会点错牌耶，生气了，早就警告过你了。疯狂断断乐。各种断线啊！触发我毒蛇陷阱啊！哦，要触发了。很重要是这里有一只蛇要活着。降温的击杀命令才是5.3。不过这样的坏处是怒关来连回来了啦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突然断线他有火球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啊，就火球掉就好。
在犹豫什么？火球跟变羊之间的犹豫吗？哦，决定吞变羊。有点可惜的是，我这几轮都没有用英雄能力。要说这两轮，真的假的？这样感觉更应该要扣牌，屁耶、欸、我完全无法打字啊！好惨啊！哎，哦，已经有了，21分才有。哇！这里就要赌二分之一。我最近运气特别对，这边是10，所以我不可能不解这只。输了。哇！他没有，他没有火球。让我想一想。啊，还是有机会啊！我还有时间巨魔什么的，应该要狮子才有机会。超级大爆炸！打得漂亮。又是一个超级慢的法师，然后某种原因我无法 rush 他。我好伤心啊！哇！这断线问题搞得我好烦啊！先不管那些问题，我要专心玩这一场。雷克萨，对上马法里恩，我必须保护大地。狩猎开始了，认真。Ascension， 你想攻瓦我？用潜力出石血寒儿，这应该是12血之光，挺诡异的。
张图到底在画什么？嗯，让黑暗来临吧。如果他有灰击，他就有灰击，因为他有灰击的话，他连这只都可以接。但我也不能怎样。神光驱逐你。他不用英雄能力啊。但致命射击到其中一只都不错，但这只会比较好。等于说致命射击张雪人，还带嘲讽。两次根本进不去啊！这个实在太诡异啦！还抽牌，我必须保护这条城的。这样至少变张城。被六费雪人。嗯，扣一张野兽在手上。虽然我现在手上有击杀命令的话，其他血量只剩十二滴。那个萨摩斯，好烦呐！他在想要捡那个蛋，他没有攻击，为什么你不攻击呢？真实，他理论上只剩十滴。我不惧死啊！了解我三三吗？看起来是没有。只有三三，七，不当时啊，万人皆像不用出野兽就是五点伤害。记得奎尔萨拉斯。完工了。十三、十四、十四，所以我剩七滴。所以他这一定要有第二个咆哮，他才会赢。这边他在赌我没有，不能请他抢，或是没有致命伤害。我这有的伤害这边是六，六加六十二，十二加四，十二加是十六，所以的确没有致命伤害。接下来是我要把这个放在这只或这只身上，应该先抽牌嘛。这样这只可以活下来。黑烈鹰击这只，然后这只换进去，放进来，下一次攻射他一箭。完工了。
是我好像多两个手撕碎手那可能比较好。这样好像没有特别好。比较有趣的是，他如果我命运还在的话，等下抽到有命运会回血那张的话，我可以脱离险境。叫什么？光明引路者。哦，他要先攻击吗？那这样他就少换我一只手下。不知道抽灰子还是会赢啊。为什么我都遇到比我还快的牌啊？这就是诡异啊！老人还是依旧爆炸啊！哇，两张无动剑，好爷了！他应该不能用英雄力来接我这只啊！他如果用英雄力来接我这只，我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这样我就少一点伤害到脸上。我认识。哇哦！一胜一败，艰辛的胜利。这要叫什么嘞？这我猎人反而感觉变控制了，蛮奇怪的。双击杀命令，真的？这是你自找的。狩猎开始了。杀命令，猎人，胜一败。要不要留秘法、啊？留个秘法好，免得都遇到一些怪咖。是到底，还是自己测一下吧？为什么聊天室一直出问题啊？感觉真是烦恼哦。有了，他是个友善法师，我喜欢。良好的三费手下，Shine Dandy。其实术士恶魔火爆基本上就逼迫大家至少要放一些牌在，放一些那个叫什么来着？至少要放一些机械在牌组里面，不然就会被恶魔火爆爽爽射死。我说够足了，烈焰火爆。这样跟他跳下去，还不如点自己的英雄能力射他脸两滴比较实在。
这秘密是什么？毒蛇。为什么一直有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呢？令人感到非常的不爽啊！拥抱光明。嗯。两张烈焰火炮在他这个前十张牌中 ，OK， 两张烈焰火炮在他前十张牌中，所以理论上他平均而言可能会有六张烈焰火炮，这么受不了啊！我要发誓。光芒四射，都忘记还有这张了。这反正做球给对面，因为他这样还可以清我对面陷阱。哇！所以我现在要防镜像，这延迟太久了，这延迟真的太久了，啊，这延迟也太久了吧。他应该是拉得太快了，所以才会变成那种结果。又是一场硬战。好险我。妈的，两张烈焰火炮，两张变羊。这你敢信？火球来了，熔火巨人，三小啊！这个还不是气化吧？我们就是气化，不是气化。欧印啊！哒哒哒！三小。他要点我脸才对，点我脸伤害刚刚好。啊！三下，太超过了，受不了啊！
太超过了，总要跟我换手下吧？难道那个是？该说我已经不能那个。想看，我都打过他脸，所以那不是气话，所以应该是法反之类的吧。但是我也不能赌他是其他东西。他刚用火球点我脸，他就赢了，真的。三小啊！气话你就输了，结果是冰箱，脸要歪了。马德雷不思议，事实证明，我刚那样做的话，应该说，他如果玩对的话，无论如何怎么做都会输，因为他神抽冰霜星星，然后他没有完全没有在算伤害，所以他才会给我一丝希望。因为他如果之前变羊那一手玩的对的话，我也没有任何希望，因为我也会少四点伤害到脸上。雷克萨，对上雷克萨。哦，三小。开始了，我会猎杀你。法反。好恐怖哦！现在为什么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场啊！我要调什么来着？我都忘记了。完工了。哦，我要调文字。你好棒棒！我应该至少两胜吧。好。所以他可能会有猎人印记，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冲锋鱼人。我先跟大家讲，所以大家才有心理准备。换言之，他应该解掉这只，他解不掉哎。呜、哦嗯。我要保护这只哦。上啊！这嘲讽真超憨的，因为他会被一个两点三的手下换掉。他这喷致命射击也有一点，也有一点超过三小。哦，之王者给他之王者吗？织王者给你织王者了吗？还是你有两张织王者？那就太超过了。可能用钱币下织王者感觉不是很好。不要训犬，我警告你。看，不过这样子这个秘密基本上会出来。然后他理论上应该会打我脸，所以这就会吃到很多 buff， 也没有吃到很多 buff， 吃到一个 buff。哎，没有，他用这个解，那还蛮怪的。他应该用武器敲一个吧？他不用武器敲。他不用技巧，那我就出动员犀牛咯。这一方面他可能会有放狗，不过另一方面他可能只是没有一个两点手下而已。问题是织王者到底给他什么牌？这如果是叫什么来着？烈焰吗？爆炸陷阱的话会蛮糟的。
小龙音。你为什么硬要下一个小龙音出来？这样他就不会被那个爆炸陷阱 搞死，然后反而会被上一堆 buff， 然后还会有冲锋。走，走。自找死路，他不下小龙应该不会有事。因为不下小龙应的话，他没有办法获得加一，然后就会被发到陷阱搞死。身体小小前来报道。哦，原来是身体小小前来报道。我觉得身体好好，头脑壮壮之类的。三胜一败，哦，小龙应该也是智王者给的，所以表示他不是智王者认可的男人或是女人。如果他智王者认可的男人或是女人的话，智王者就会给他可以凯瑞的人。智王者告诉我他要想让我赢，对面是猎人之耻。没有啊，智王者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知道吗？智王者说就是这样子我才能赢嘛，对不对？所以就要给他小龙音啊。对面又不知道什么扣图就，只有智王者知道。经过测试，那又只软应该是渣渣，所以应该把它丢回去。光明引路者也没有蜘蛛坦克给力。这也是需要一个正常四费手下，然后我们只有三张，所以拿不到是很正常的事。甚至可以考虑用钱币出微型机甲，用钱币出微型机甲。甚至是身体小小前来报道吗？身体小小前来报道。拳头大大哦，是拳头大大、啊。打脸啦！我来了，这两个是同一个人配音的吧？这两个根本是同一个人配音的。哇、wow, ，太赚啦！赚翻啦！赚翻了！赚翻啦！赚翻啦！叫什么？叫你唱？赚翻啦！他应该上攻击力才对啊，他完全就弄错啦。对面有点憨呐、啊，转翻啦，转翻啦，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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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什么事都不会做，除非我又抽到那个加法上的憨儿，然后就阴错阳差的。哇，这几点？这六点血没错。OK， 我这样只是个四三而已。出小鬼召唤师好了。反正要挥的话，应该是挥这一只。我说我是谁？说我是憨？不要逃避我的问题。二二三，对面放法术会加攻击那只，
是说什么？好像只是在那边乱叫而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让黑暗来临吧。不当时啊，万鬼皆当时。吓吓你！这等下就会死去了。中文是什么？十烈血巨怪，十二血巨怪吧。他终于出了一个给力的手下。这样一方面防这个 TC 30，一方面不会被他英雄能力白白吃掉。这轮比较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偷渡英雄能力进去。No， damn。不过他法伤还是在他身上。以下命令只是我想看到的。其实他命令他脸其实也蛮有搞头的，只是在我们没有握有两张其他命令的之前，我们都不应该假设我们手上握有研报。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中文是什么？我听错啊！真的是谁说我憨？谁说我是憨？真假的？这里伤害是多少？9。这一定要打脸了。光芒四射。光芒四射。这里比较大的问题是，等下如果抽到击杀命令的话，我会很伤心。如果他把我野兽解掉的话，当真这样子可以解决问题吗？看起来是无法。投降倒是投降挺快的。真的是谁说我憨？真的假的啊？四胜一败，猎人棒棒。猎人棒棒。配音员的声音怪怪，他们可能有那个。有用一些叫什么？用一些仪器变身。雷克萨，对上索尔。贫嘴英雄，狩猎开始了。其实击杀命令应该不要留。食腐土狼没有 combo， 所以先不留。说实在，我在竞技场还没有看过船舰主炮开炮过，虽然我也不是很想要看到，因为我手上是没有这种 combo 的。西向红蛙。像，哦，是像公蛙，什么？哦，好像是哎，像公蛙哦，好像是没错，是哦。哎呦，难道？
唯一三张的，还拿到两张这个四点手下，超幸运的。嗯，五五击杀命令，赚。其实用英雄能力也不错，因为谁包准他，他可能会有 A O E 啊，他牌也有点太多。然后等一下应该是十全巨魔，他这里可能会掏武器出来，说不定。跟着我一起念起相公挖公，听好久都听不懂。哦，法杀吗？嗯，这张应该比较好用。下人搞不好应该把秘法射击给搞掉，下人可能是四费，然后秘法射击，然后英雄能力，然后把食人巨魔留到八费出，危机有点破啊！青蛙，这边有两只，超毒蓝有两只青蛙的人。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还抽啊！哇、wow ！砸陷阱！你看什么看？你就不要有两张青蛙！妈的，雷不思议，我又突然变青蛙。我又突然变青蛙。什么 Hooky， 这真的听不懂。黑铁矮人是说什么？台语确实很少听得懂，口音都怪怪。好险有问。黑铁矮人我也不知道，人家是矮人讲台语，你还能奢求什么？都跟你说是黑铁矮人了。当真？我希望浪费五点伤害在他身上。音乐场将有无限落，还是没救了吧？刚搞不好打他脸会比较更有效，打他脸可能更有效，打他脸他变成只有4%，除非他有活力提升，不然应该就没救了。这也叫武器，哼，武圣。我来听听看，不是透视镜，雷克萨，对上，真的，这是你自找的。狩猎开始了，调的好大。我看看卡片，这个请我去，其实搞不好熊熊也应该换掉。中立，应该是普通。完工了。
好像有点太多。模式公式写式 ，AT 矮人，先发射火箭。登场语音，身为一个猎人就是要狂打脸。登场，这马叫武器，哼，这哦尝试哎，这也叫武器，哼。What？ 哎，木下两个秘密。当真？来吧，两宫手下，秘密，不当时啊，外围接待者啊，完工了，不是复制哎、欸，不是复制，不是镜像体，还蛮令人讶异。而已，本质法反就是。我的路呀！啊？所以剩下法钮跟冰箱，还有什么？法钮冰箱？哦，这只剩法钮冰箱哎。Check it.太冰了吧？嗯，原来黑铁矮人是傲娇男，晚一年才发现。攻击是说没问题，这声音有点大。无问题。无问题。我是无耻的猎人，哦哦哦！我们猎焰呢？猎焰，很小。会帮我回血的。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宁愿闯，将有无陷落。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这是什么？沉默吗？变羊，赞！我的盾为阿古斯而变羊逼出来了。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这是五点伤害。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无耻猎人，吼吼！你不能拿着我的蜡烛啊！这是什么？开始铺场打我脸了吗？我是无耻的猎人，他可能有冰箱哎，熊熊响起。哦，冰箱没有，这是法钮。可是因为法术打在他脸上，就法钮只会扭手下，不会扭打在英雄脸上的。哦，
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哈哈 ，chug chug。六胜啦！你们怎么都把自己的手机用品换成如此相关的语音啊？这样可能会不小心听得很烦的、欸。不知道陷阱留一下好了。科多兽我是不小心留的。因为我 T4 应该没有四费手相出，不过这也不是留科多兽的好借口。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无耻猎人，打叉的地方就对了。吼吼吼！这张牌增加了他可能会有武器的可能的几率啊！我在说什么？我是无耻的猎人，轰轰轰！轰雷用啊，其实很浪费。我要只超载一而已，所以就还好。拥抱光明。好脸吧，很好。他以为是三点攻击。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这回几滴？回四滴嘛。就等下我一下爆炸陷阱就可以开始回血。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光芒四射，光芒四射！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无耻猎人，吼吼！看来唱这首歌可能就会赢哦。那石化武器。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吼吼！呜！哦！啊！不攻击，太有趣了。嗯。明月城将有波陷落。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吼吼！回血。哇，这个有点麻烦哦。记得奎尔萨拉斯。OK。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吼吼！我是无耻的猎人，吼吼吼吼吼！的猎人，吼吼吼吼吼！哇哦，超多！哦，超多！现在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加五，就几乎就要赢了。黑暗来临了，记得菲尔萨拉斯。我下一轮一定会用英雄，因为现在只剩六滴。这边是对，所以理论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防范的？他如果嗜血的话，加十五。可还要再考量到这边还有两滴到他脸上的伤害，还是我现在先把这个伤害打在他脸上，这样有没有什么
这样可以防双嗜血吗？这样可以，应该可以防双嗜血。我要防双嗜血干嘛？他根本没有时间伤害。快要没了，我想想。先出好了。这样可以防，这样可以防那个叫什么来着？把法术全部都变成五点，都加五点，那叫什么？可以这样可以防憎恨值。靠，是吧？延长赛了。青蛙。八。我是无知的猎人，吼吼吼吼吼！哦，他竟然启动陷阱！吼吼吼！哇，这啥？怎样？这样我是赢了？对，这样我。就级 BM， 原本不是这样。哦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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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唱一唱歌就赢了，既然有死意，真是有点莫名其妙。雷克萨，对上，五色。嗯，我会以荣耀作战。狩猎开始了。嗯，动员犀牛。等一下，我在做牌。嗯。谁？那先不留致命射击，致命射击可以解一些很极端的状况，比如说。他把一堆 buff 都上到一个手下上面，致命射击就很好用。嗯，哇，我少数的四费手下，哦，超顺的曲线啊，真是很开心。请 pass。他真的有力量化身，生命什么术就输了。生命之术，那是德鲁伊的牌，所以不用担心。力量的化身，很抱歉，猎人没品，盗版的。哦，这好讨厌。哦，其实他命令，哇，用不出来。明月城将永不陷落。
哦，人回来了。加拿大快饭，哦，真赢。嗯，我的眼睛好干呐、哦，而且我在你过更新之后就不能玩旅游大了。更新之后？是 Android 更新之后。是哦。怎么办？嗯。我想用你的玩一场。好，只能一场哦。那才两场，不行。我的手，你这样在玩那个。好，那我先弄一下。可以感到很无奈啊。好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Oh no！ 这已经有效阻止他奉献。哇 no！ 现在需要爆炸，爆炸，爆炸，爆炸。我还好没有效。我感觉要爆炸、啊，好奶啊！是 Live 台主的聊天室画面比较晚，会比较晚出现。对啊，对啊，你不怕转职给你看？转职三小，三小。Chili tomato， 哦哈！他是不是在羞辱你？可能是哦，他感觉赢了的样子哦。没办法，太顺了。呵呵啊，七二，趁这副牌组还没输，赶快把这副牌组放到右边去。嗯，你看，等一下，好，哦。这是土咪咪双专用的粉底。好。这是专土咪咪双专用的粉底的专用袋子。雷克萨，对上。不会不要知道那么详细吗？有，这就是日本人做的产品就会这样。不很合理吗？如果日本人做。我怎么觉得还好而已？是日本人做的，一切都合理、啊。哦，应该把蛋蛋换回去换掉了，或者我可以射掉自己的蛋。迷你泰坦。可能我好多事想跟你讲。那你今天去公司又怎样呢？没有。知道他们有发现迟到吗？
有啊，我跟他们讲。刚刚没有话。没有。请不要喊冰剑。对面无表情。啊？对面无表情啊。什么？像舞动键反而可以选，这世界真的太神奇了。因为大家都在打超级快攻。我觉得我已经输了。我手上有一颗火球，我就输了。说他自己跟我换，基于不知名的理由。真理是我的盾牌。去吧，孩子。组完巨人术还是被欺负。科学啊！怪怪的。你好，我们呀。你在说什么？还没。可能甚至应该要赌他的，可能应该要换掉这只，然后让石灰车砸到这个。真理是我的盾牌。简单爆炸。
哦，这冲锋了。可这只必须要死去。完工了。啊！好险有七胜。被玩，简单玩爆。你要不要开？好吧。好。你家有喝饮料吗？有啊，还没喝完。奇怪，没了。再来吧，呵呵，至少有七胜。七胜刚好胜率就是70%。那刚刚你的筷子呢？你的筷子？我没有筷子。哦。那用什么吃汤匙？